晨，你无散去，将繁星撞进眼睛，昼与夜疲惫的心等你回应。林一样自由的风凝望你，抱着我往前闯，海平线铺是终点，浪潮中你我相拥。这是咱俩的秘密啊，你不能告妈妈。拉钩，小雨给你弄早餐吃啊。考拉，起床啦？起来了。哎呦，昨天妈妈回来的时候你都睡着了，怎么样？一个星期没见妈妈，想妈妈了没？想。怎么想的呀？一般想还是非常想呀？不一般的想。哦，不一般的想啊。姐，雪姨豆沙。你最想吃的，我在网上查的，你尝尝怎么样？哦，好嘞，我也要吃啊！你吃，嗯，好吃。哎，姐，你今天不去公司吧？不去，今天休息。一会儿你可以找郭磊去玩了，今天我带他。考拉，今天想去哪玩啊？嗯，去海边玩，小姨必须去。哦。还小姨必须去啊，离不开小姨是不是？怎么了，妈妈？嗯，我今天可能带不了她了。可拉，妈妈今天公司突然有一点事情，所以……你刚说完的话又要食言了。是这样的，妈妈今天要参加一场非常重要的考试，这场考试是妈妈和很多叔叔花了很多很多努力才换来的机会，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支持妈妈的工作。妈妈，那你答应我早点回来。可以，妈妈答应你早点回来。我给你们做好吃的。好。你们再把这两个参数对比一下，待会儿千万别出错。好。测试怎么提前了呀？为了赶上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，大家加了一夜的班，早上才完成。哦，大家辛苦了。哎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今天什么日子？你的生日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谢谢大家。聂博士，我们都准备好了，现在开始吧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吧。等一下，魏老先生在吗？应该在吧。请一下魏老师。好。夏总，哎，魏老师，今天我们提前给蒸发冷却变压器做测试，我们一起看。好。嗯。准备吧。开始。公平耐压实验，
病压27。病压25千。病压30千。病压35千。雷电冲击实验。旋波75千。载波85千。魏璇，您在看什么？啊，我想看一下这些样品的实验数据，可以吗？您要实验数据做什么？我认为你的 FC 绝缘冷却液的性能还能更好更优秀。您这什么意思？凝固点。凝固点已经通过了国家标准。国家标准是旧的，是根据传统散热材料的极限制定出来的。而您的 FC 是对传统材料颠覆性的革命啊。为什么不提高标准？我们自己的标准。魏先生，您说得很好。让我提醒您一下，奥利是企业，不是国家的研究院。夏总为了支撑研发，已经在砸锅卖铁了。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技术转化成产品，给奥利造血，让我们奥利活下去。提高标准不仅可以让奥利活下去，而且可以让奥利活得更潇洒、更精彩。您所谓的提高标准没有任何实际意义。有意义，而且什么意义？什么意义？你想过没有？如果我们自己的标准能够成为新的国家标准，甚至是国际标准，对你、对奥利、对我们国家，意味着什么？您到底知不知道，每提高一个参数设置，要烧掉民营企业多少钱？抱歉。聂博士，夏总，公平耐压实验和雷电冲击实验已完成，数据很好。下面我们要进行的是温升测试和负载损耗测试，时间很长，要10个小时以上。几位可以回去先休息一下，出来结果我通知你们。好的，大家都辛苦了。应该的。那我先回公司了。好，我先走了，魏老师。哎，魏老师，进来进来。来，坐。怎么过来找我呀？有什么事儿啊？夏总，我想看一下 FC 冷却液的分子式。魏老师，关于知识产权的保护，您应该很了解。FC 绝缘冷却液是聂鑫花了几年的心血，不经过他的同意，我没办法。我懂，夏总，那我就直说了，咱们的 FC 还可以更完美，冷却液的温升值还能更出色。冷却液装罐以前做过反复测试，它的绕组升温还有液顶层升温都能够达到国家标准的。夏总，你研发蒸发冷却变压器的目的是什么？改变传统变压器的环保还有安全性问题。
你用先进的东西取代了旧的东西，衡量标准还用旧的，解决了什么问题？先进取代陈旧，标准不变，等于什么都没有改变。你的产品的先进性在哪里？夏总，标准的制定权第一次真正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，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？当我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，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，我打开离别时你送我的信件。来，生日快乐。谢谢。今天送了我一份大礼，我很感动。时间过得真快，上次咱们一起在这里听这首歌的时候，这都多久前的事儿？有几年了吧。那个时候正是奥利转型最艰难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差点崩溃了，幸亏有你让我熬过来。来，为我们坚强的战士干一杯。拿到国家电力设备入网许可才是真正的胜利。测试完成之后，我想马上送到国家实验室去做技术测定。为什么这么急啊？我想帮奥利挣钱。先不着急吧。为什么东西做出来了，你反倒像是一点都不急切？卫生参数可以做得再小一点吗？为什么？卫生值是蒸发冷却变压器的关键，我相信你可以做得更好。魏志远找你了，在跟你说什么？他说我们这项新技术是具有革命性的，所以一定要做到一个新高度，不要急于求成。急于求成，他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你让他不吃不睡像疯子一样研发几年试试。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，但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。有什么道理？他就只看了一眼分子式就胡说八道，能有什么道理？聂心，我们这项新技术目前是全球第一份，我们也终于可以拿到自己制定规则的机会。我希望我们可以全力以赴，做到一个别人难以企及的高标准。说得容易，你让他来做一个高标准。他什么？没什么。为什么别人说的话你都相信，唯独就是不信我？我很信任你啊，但是信任和格局是两回事。什么两回事？信任和格局。算了，我们今天不说工作了，好吗？我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直都没睡，有点撑不住了。你先走。在座的朋友们，今天是一位朋友的生日，他是专程来听有没有人告诉你这首歌的。现在我准备再唱一遍，作为送给他的生日礼物。这位朋友，祝你生日快乐。
快乐！谢谢，谢谢我的儿子。妈妈，吹蜡烛。好。希望我们一家人能够平安、健康、快乐、幸福。姐，生日快乐！来，三、二、一。子松，公章带了吧？哦，带了，带了。贾总，咱们之前不是谈好的先付10%的定金吗？甲方的付款方式变了，他们要看到样品啊才付款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但现在，这完全是把风险全压在我们身上了。我先付定金，研发成功了，利润你们拿大头；一旦研发失败，你们犯的错我买单。你觉得合适吗？那您能再去跟甲方谈谈吗？能谈，我们还在这争什么？但是现在这完全是霸王条款。陆总，甲方和我的合同都是一样的，没有办法，这是市场规则。贾总，这个合同我不能签，一旦出了问题，其实联盟就完了。陆总，你是对你的东西没有信心？不是。那你怕什么？陆总，你这个态度让我对你也没有了信心。不签也罢。贾总，您别着急，我们再商量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。甲方催得紧，没有时间商量。要不行啊，我就得上备选方案。咱们以后再找机会合作吧。你现在这个是卖身契呀、啊？甲方是爷爷，乙方是爸爸，就我是孙子，我没得选。其实联盟太需要这笔订单了，方远建只一门心思做最牛的技术，他根本就不愿意考虑商业化的事情。那我……其实联盟现在是走不下去了吗？我们已经没钱了，现在工资都发不出来。你们终于走到了我最担心的这一步。石哥，我听说科创委可以申请扶持资金，那其实联盟能不能？你们条件达不到，你想帮忙帮帮我们好吗？陆儿，我们做事要讲规则的。就你们的情况而言，那是杯水车薪。杯水车薪也能让我们苟延残喘。我不能看着其实联盟倒在路上。我们先回去了。好好，你慢点啊。爸，等一下。啊？再开个会。开会？开啥子会哦？家庭会。哎，小美，你也先不要弄了，来开会。啊，好。儿子，你回房间坐，一会儿我要检查啊。那我就在这儿接着检查点作业，你们说。嗯。那今天开会呢，主要是两个内容。那第一个呢，是关于你们的。你们这次生病哈，我和江北意识到了，平时对你们的关心不够，我们需要做检讨。哎呦，楠楠，这个是自己家头，又不是你们单位，不要搞那么复杂。哎，我们两个有啥子事呢？你们两个都60多岁了，也不能把所有的日子都花费在一诺身上，这样对你们是不公平的。我和江北呢，一致认为你们都该各自找个伴，过好自己的晚年生活。
哎，我不要。哎，一兆嘛哈。哎，那咱就可以直接讨论第二个内容了。好，那第二个内容呢，就是齐江北要辞职。嗯？辞职？嗯。为啥辞职？他想要闯江湖。闯江湖？闯哪个江湖？彭城的江湖。可闯呗，容不下你了。啊，你是不是武侠小说看的太多了，想装大侠，你早干啥去了？啊，现在有老婆有娃，常在江湖漂，哪有不挨刀的？啊，以后他们娘俩谁养活？别急吧，我现在就是有这么一个想法而已。你就不应该有这想法。可以哟，他可以去闯四川的江湖，把他们母子俩交给我。哎呀，要闯也得回陕西闯江湖。行，打住打住，我哪儿的江湖都不闯啊！对不起，我不该有这个想法，我就得科创委，干了退休，好吧？放心啊，你俩下楼慢点，我检查作业去了。哟，哎呀，你干啥呢？这大晚上的贴个黑色的面膜，那医生送的。你别等下把儿子吓着。嗯，睡觉。睡啥觉？哟，跟我拽哦。没有心情，哎呀，我现在非常头疼。那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了。说。露露今天来找我了。他们现在的情况比较惨，机器人造到一半，资金已经断了，想申请我们科创委的扶持资金呢，条件达不到。我在想啊，骑士联盟是你们辖区的企业，你能帮他们申请到这个孵化资金？他们不在孵化器里。哎呀，你想这么多规定来规定去的那。我现在真的很想帮帮他们。齐江北，我看你是真的很想犯错误。你不是说他们不切实际，召集些人等于是天方夜谭吗？我现在观念转变了，我现在觉得若干年后我们回过头来看，也许他们正在做一件对人类有巨大的意义且非常伟大的事情，而我们现在能帮助他们却没有伸出援助之手，那就是在犯罪呀。胶吃多了。
方远见呢？搞钱去了。嗯，这样你啊，登录那个我们科创委的网上服务平台，你看一下这个中小微企业的申请条件和这个申请办法。你现在去上网申请。我们条件够了吗？政策是有弹性的嘛？会不会给你带来什么麻烦？哎，我自己会把握的。哎，这咋拆成这样了？你说他是大白天的不去造机器人，回家来弹什么吉他呀？古古怪怪的。他要不古怪，那我就得去做 DNA 检测了。你们方家人都不正常。阿健。哎妈。你这要去哪儿啊？我一个朋友组了一个乐队，把这些送给他。拜拜妈，晚上不回来了。这些都是他最喜欢的东西，他怎么说送人就送人？诺斯瓦特拉机器人现在是他的最爱，他是拿去换钱了。有这玩意儿你都有，但是就有一点，有痕迹。看不上是吧？那还给我，我不卖。哎，别，这样吧。尤克里里我就不要了，这三把吉他我全要了，15万一口价。40万少一分我都不卖，我非常清楚他们的价值。给你加5万，20万。成交。打到这张卡上。好的，马上啊。珍惜一下他。建哥，你在干嘛？卖东西啊！你穷到这种地步啊，太可怜了吧！你不至于吧？嗯，你追我都追到这儿来了，不就那点租子吗？给我点脸行不行啊？哎，建哥，我非常给你面子，要找你的话就去骑士联盟，这青羊是我们家的。哦，这么巧啊！哎，房租刚好说到这个，哎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吉他。No。尤克里里，也有人管他叫乌克里里。乌克里里，对，你有女朋友吗？还有，拿着它，我助你一臂之力。坐，坐，随便弹一下。听到了吗？来自夏威夷的风景，扑面而来，相思木纯属你打造，你值得拥有。真的，便宜给你了。那咱们两个人不谈钱，房租抵了，就这么定了。你赚了，不用这么看着我。不信你问老板，啊，抵房租了，好了吗？先钻您卡里了，查收下啊。谢谢。突然间想起来，你是不是有一个做珠宝的好朋友？能不能麻烦一下你这位好朋友帮我做一款？品质特别高，但是价格又不高的项链，女士项链。哎，你别这个表情好吗？我是认真的。就是品质高，价格不贵。谢谢。我是。房租。方远见，你还要不要脸啊？老板，这是多少钱？1000。来，帮个忙，硬盘。是我。对 ，ADL 陀螺仪，小心安装啊。哎，数据恢复了吗？哎，恢复了大部分。反正都要换视觉模块，还有陀螺仪，数据都是要重新跑的。
这个是你做的吗？那么快？不过是一个会走的简单人机交互系统而已，没有什么复杂的。露露，你跟我来一下，来。坐。你那边进展怎么样？顺利吗？很顺利。他们什么时候打钱？动物园那边说等咱们样品先做出来。什么？等样品先做出来他们再打款。不可能啊。样品设计外观是需要开模的，那是一大笔钱。我们如果把样品做出来了他们不要，最后我们找谁啊？你想过吗？我提过了，但是他们说甲方不同意。那我们也不能同意。我已经同意了。没关系，先不签约就完了。已经签完约了。你是不是疯了，露露？你能不能跟我商量一下，这是什么合约呀？你就签？我要跟你商量，是你没有耐心，你让我全权处理的呀。那你不能签份霸王合同回来呀？谁想签霸王条款啊？我们有选择吗？我们现在就是一条四处找食的恶狗，有一块骨头就得咬住不松口。好的，嗯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张教授说那个可以解决。请。哦，啊，谢谢。你看这个三号棚的湿度，我让小班去看一下。嗯，好的。嗯。张峰。我先去了。忙你的。两年，发展成这样，还是厉害。坐。小雨说，最近给你打电话，你不接也不回的，怎么了？很担心你，让我问问你。啊，没事，我会处理的。你可别辜负他啊。咱们俩开门见山吧。我直说，我也不耽误你时间，我看你也挺忙的。借我些钱。借多少？越多越好，在你能力范围之内。你干嘛用？我还能干嘛？造机器人啊。马健，这两年你在机器人上烧了多少钱了？还打算继续烧吗？看小雨的份上，我跟你说啊，该醒醒了。嗯。要不你去我那儿看一眼，你看看我现在造的挺好的。挺好的，你来借什么钱？我还不了解你吗？啊，不是，现在外边但凡有个人能给你投钱，你会来找我吗？我只是周转不开。你听我的，收手，不许干了。阿健，你很优秀，你知道吗？但是那是在你熟悉的领域里边，人形机器人这个领域，咱们这么多年你还没看清楚吗？国内国外哪个团队，要么就是五百强。有钱任性，要么就是资历优越的精英，咱们有什么？太难了。给我句痛快话，借还是不借？不借。阿健，听我的，不许弄了。在宣辉你是做技术的，公司的业务和管理都是我和小雨在弄，你不了解这一块，你不知道这一块有多难，有多凶险。你们公司现在连市场规划都没有，没有造血功能，你们连个完整的公司都算不上。你们总觉得你们自己是骑士，在别人眼里你们就是个乌合之众。
白天我冲动了，跟你道个歉，别往心里去。我的问题。这个是，甲方设计的外观吗？还是野王科技提供，但是甲方认可。挺可爱啊，所以开模费还是我们的，还是我们出。那这个野望负责，他们只负责那个平板电脑的部分。我能看一下合同吗？每次这个环节都不是我干的，受不了，密密麻麻的字，哎，越看越花，越看越花，都是小雨他们负责的。像咱们这种搞技术的人，怎么会玩这种文字游戏？其实接待机器人的框架基本已经完成了，只要开模做好外观，甲方一旦看到成品就会打款。这帮孙子，风险全在咱们。咱们是凭本事在挣钱。他们是凭算计在挣钱，要不你再跟我去跟他们谈一谈吧。都签了，就这样，准备开模吧，我给你打钱。你哪来的钱？是不是很神奇？每次都有办法解决，我都服我自己了。忙吧。哎，别看人箱子小，里边的东西可值不少钱呢。你是想说箱子小啊，还是想说花钱多了？咱们工资可多俩月了，那边哥几个着急啊。你没意见就行，干好自己的活，钱方总会想办法的。新的陀螺仪测试怎么样？都测试好了，没有问题，准备替换上去。这小东西真的是。露露呢？他接待员机器人今天开模，去盯着了。你们几个休息一下，我们开个小会。来，曾强，一起。把门带上。有一个坏消息，先听好消息吧。公司现在到了一笔账，我准备把欠大家的工资发了。那太好了，我们都没钱花了。那坏消息就来了，因为公司最近可能遇到了一些麻烦，用钱的地方太多了，所以我准备把外面那些小伙子的钱先发了。老大，咱们有投资人了吗？你哪来的钱？该问的问啊，不该问的不要问，这商业秘密。那所以你们四个骨干呢，我会等露露那个项目一回款，第一时间发给你，只多不少，好吗？等我几天。听你的。还有事儿吗？没有。干活。干活。怎么样，贾总？这是报告。公平耐压测试、雷电冲击测试、感应耐压测试、温声测试、绝缘电阻测试，所有参数均达到或超过国家标准。好。
恭喜你，叶博士。感谢大家的付出，大家辛苦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哎，我问一下，你们有没有看到刚才谁到我位子上去了？这纸条是谁放在我桌上的？我们的道路如江河，昼夜不息，波浪翻开往事的记忆，所有青春激情汇成庄严的典礼，致敬那永存的奇迹。我们的道路如时针转动不息，就像弹奏动听的乐曲，所有悲伤欢喜汇成暴风骤雨，当地出瑰丽的天宇。我们的道路一条先行者的路，那一路上镌刻着勇士的足迹。我们的道路一条光明的道路，让世界共享惊喜，让爱通向每一个心底。我们的道路如时针转动不息，就像弹奏动听的乐曲，所有悲伤欢喜汇成暴风骤雨，当地出瑰丽的天宇。我们的道路一条先行者的路，那一路上镌刻着勇士的足迹。我们的道路一条光明的道路，让世界共享惊喜，让爱通向每一个心底。